志群三分外线的出手，百步穿杨的三分球，范围广阔的传球视野。你知道在台湾篮坛最高殿堂 SBL 创造第一个大三元的球员是谁吗？他是从师大毕业的国手王志群。在网志上写下进入师大的过程，回想起在师大打球的日子，好的环境加上好的师资，让他打起来更加得心应手。篮球运动中，有球员在一场比赛里篮板、助攻、得分、超截、组攻这五项有三项超过两位数，就叫做大三元。王志群也是第一位在 SBL 达到这项里程碑的球员。左手，左手。今年的他受邀至中州大学任教，身份从球员转为教练，不变的是那份对篮球的热爱。身为一名好的控球后卫，需要有过人的反应能力。于是，小记者出了几题快问快答，要来测试王志群的反应力。我不知道，我换了两个。你会学到最满意身上哪个部位？都满意。群罗玉群，罗玉群谁比较帅？王志群。像是谁？我的偶像是郑智龙。最喜欢看什么卡通？皮卡丘。你觉得你最像哪个卡通人物？维尼。有球迷叫他小熊维尼，也有人说他像艺人赵文卓。的确，他有小熊维尼的亲和力，也有赵文卓明星般的魅力。他把篮球视为生命，勉励每个运动爱好者。相信不管是当球员或是教练，他都会秉持热爱篮球的心，继续为台湾篮坛贡献一己之力。校园记者黄信伟、谢依颖采访报道。